大家好，我是蔡宝宝，今天同大家去会展一年三日的猫迷博览会。今天星期六都挺多人拉住个夹，而家行紧去会展啊！原来呢边除了猫迷博览会，还有婴儿展，唔怪得咁多人啦、啊。时间下午三点半啊！我哋今次猫迷博览会咧系喺 Coffee。咁呢边咧都有工作人员指示翻，咁呢条队咧系买飞嘅。咁至于我呢个换领券咧，要行翻侧边 F counter。咁我都多谢朋友仔送咗啲飞俾我，悭翻60蚊啊！提翻大家入场费30蚊嘅，咁有分电子门券同埋现场买飞。大家留意翻，如果免費換飛咧，行翻去最篤篤呢個位置。Thank you。我啱啱換咗張飛啊，咁而家新規矩咧，一張免費門券咧，只可以每人持票一張換一張呢個免費飛。咁大家留意翻啦，如果約朋友嘅話咧，最好之前分翻開先。咁入面都幾多人啊？我哋啱啱入到嚟，咁呢边咧有个问卷调查，有礼物送嘅。咁啱啱做完问卷，送咗个天怡嘅鸡肉粉同埋嚿芝士，因为应该系挑食无瑕嗰个品牌啲产品嚟噶。Thank you。哇，见到前面嗰位朋友仔买咗几条好长嘅鸟猫棒喎，高过个人喎，好犀利啊！看翻佢呢边咧，慕斯嘅主食罐头咧，88蚊有九罐，另外一只99蚊咧就12罐喎，更加买过嚟试下。另外呢边有只鱼精198蚊一盒6包嘅，另外佢仲有啲冻干嘅肉粒，最平呢只118蚊牛肝粒。另外纪念哥这边有个免费游戏，消费满任何金额加20蚊就可以抽奖。提翻大家，大家如果在场内以 MasterCard 签账，满250蚊就有一次抽奖机会。咁位置在个场馆最尾尾呢个位置嘅。咁呢边啲宠物车最便宜呢个2088。这边呢有日本第一胶原蛋白肽的品牌，哇，这只猫好得意哦 ！Hello，Hello， 喵，喵，哎呀，好搞笑啊你 ！Hello， 嗨，喵。旁边入边都有只小猫喎，好得意啊！咁只咧好乖啊！咁而家时间3:09啦，咁咧个场入边都几多人 ？Hello！ 旁边有档咧，有好多猫嘅饰物啊，超靓咯！就有隻貓好靚嘅，唔知影唔影到佢咧？好啦，影唔到啦，唔緊要啦。呢邊有啲寵物嘅保健小食，呢邊仲有啲台灣製造嘅清潔劑。咁旁邊仲有韓國製造嘅洗衣水。最多都是蛋，仲有但這個呢个 J 呢条系用梳嘅。咁另外這邊呢边咧，仲有 studio 咧，帮啲猫猫影相嘅喎。呢边仲有啲人手缝制嘅猫嘅产品。有冇听啊？对面有档叫猫先生，系本地制作嘅冷冻干燥宠物嘅食品噶，大家可以睇睇。咁大概都係100蚊，
幾十 g 咁啊！邊間鋪好吸引我啊？因為佢全部都係手繪嘅貓嘅 product 啦，佢啲袋咧都幾靚，搞到我想買翻個添。嗰啲地氈咧120蚊一張細，另外仲有電話繩啊，好輕身喎。同埋佢有啲法式橡筋，價錢68蚊。哇！呢只貓成個人仔咁喎，抱住佢都可以。Hello， 間叫做粒毛雜貨店，刁嘴貓啊必試啊，咁樣許多產品啦、啊。等埋朋友入嚟咧，一次過買。呢、這個貓窩好似幾正，咁變咗多唔同款式嘅罐頭。任人唔好搞笑。呢邊仲有間鋪頭咧賣啲寵物嘅飾物，咁有啲咧低至半價200蚊。咦，見到 Dear 都擺咗檔，咁有好多濕條襪。大家可以喺度買下，俾屋企啲貓貓補充翻。呢度有啲飲水機賣嘅，大家可以參考翻價錢。咁呢邊都有啲寵物飲食營養講座。大家就可以多啲支持呢啲慈善講座啦。咁我想上堂碌屎咁上。少少少。少少。大家有冇問？福樂園都是貓咪一個幾大的商品，因為福樂園最主要是積水，福康積水。咁我哋飲食方面就盡量低，因為辣呢一樣嘢咧，即係喺血報告裏面呢一樣嘢咧，會影響血壓同埋水分進出細胞。如果你高辣，身體就會積好大量嘅水。咁盡量低辣嘅飲食，同埋可能嘅情況之下，做少少排濕嘅運動係會有幫助。即係一啲排濕嘅食品，例如薏米呢啲可以得嘅少少，係會有幫助。係啦，但係就飲食就唔會幫你抽乾水，要記住啦。所以呢個要注意翻嘅。咁泡泡龍呢邊咧，今次都有擺檔啦。咁呢見到有啲水冷循環風扇啦，388蚊。再加99蚊一盒嘅雞精，或者係 B 區嘅產品買一件，咁就有20寸啲嘅啦。咁、如果28寸啲嘅話，就買多一樣嘢咯。即係呢度。咁啱啱聽職員講咧，喺 A 區買2件，或者喺 B 區買1件，再加。這個滴雞精，咁咧就送20寸夾，咁呢個價錢都好抵啊！個夾好靚。咁呢間鋪啲手繪嘅寵物裝飾品咧都好靚。咁呢邊有間叫牛角工藝，去買啲梳嘅，貓貓梳。呢個品牌雅和賢原生除菌液都有擺檔，咁都有啲 set 裝。呢度有間自家設計手作寵物日式禮巾浴衣，咁全部都係用日本嘅布料，香港製造。哇！呢邊啲貓畫都好靚喎。加埋啲貓袋，見到好多人咧圍住睇啊！另外呢邊都有啲狗仔嘅小食，哇！啲撩貓棒可以有幾長呢？哇，好高啊呢、這個！哇！呢間鋪頭咧勁多人入去買嗰啲撩貓棒咯，好得意。另外寵物呢邊咧都有擺檔喎，咁有啲草本保健品做緊半價，同埋佢啲鮮食湯水肉泥咧買5送1，買10送4，買30送16嘅。呢
边有啲猫猫嘅地毡啊，都好靓喎。叫猫猫饭堂，咁嗰啲肉泥做紧买五送一，好长价$17。睇翻大家，如果想出翻去咧，记得拎翻头先张飞，咁俾佢吸翻个印仔，咁佢可以俾个手带你转头可以翻翻入去嘅。呢度有间铺叫手作船，佢卖紧啲香港以前特色嘅嘢啦，咁有六合彩飞同埋我哋以前嗰啲笔记簿仔啊，好得意啊！另外呢度有间我的宠物绘画，咁即场报名咧，可以喺呢边咧画一画嗰啲猫猫嘅画。另外呢边有个猫猫试食车，咁会场限定猫狗营养肉酱包$99，15包。呢边有个打卡位啊，大家可以找职员帮手拍翻张相。毛鞋街有个$1区，咁咧大家 download 翻佢个 apps， 俾翻$1咧就有个冷冻干包啊，见到条队队尾都好远啊，排到。呢边都有啲猫咪嘅手作坊，呢间叫瓜子蜜语。卖紧啲风干嗰啲零食，呢边有加拿大嘅猫干粮，买满指定产品咧，佢有得抽奖添喎。哇！呢间铺劲多人入去睇嗰啲猫袋，佢呢边仲有明信片同埋御守。哦，呢间铺叫猫纹啊，应该真系纹身嘅。其实呢个场同平时我哋去九展咧都系差唔多，佢呢个场都几大型，咁部分摊档都有啲狗嘅零食卖啦，咁都几好喎。前面有香港拯救猫狗协会嘅，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。档咧卖啲猫嘅产品都系好得意嘅。啱啱喺侧边咧登记咗做会员，佢送了一支消毒喷雾。咁呢度有啲洗碗嘅酵素，咁见到好多人喺呢边买嘢，排晒长龙。咁屋企啲猫猫买过呢只排毛粉都 OK 啊，呢度好抵啊，$75一件，买两件平$10添喎。咦，今次 Hills 都有摆档喎，呢个位置都几大。摆咗个鲨鱼猫喺度啊，俾人打卡噶，好得意啊！阿细生啊 ，Kangaroo 咧摆咗个档啊，佢有啲冻干嗰啲零食咧都好抵啊，$298，劲大包。哦，认得噶，啱啱喺呢间爱犬站买一送一，呢度 total $268鸡肉片风干嘅，咁就$400一包啊，都好抵啊！我哋行到呢间铺咧，咁之前咧买过呢只猫嘅小食咧，屋企啲猫劲中意咯。哎呀，所以买两盒咁少咋 ？OK， $100一盒，正啦、啊。Hello， 呢度有只狗仔可以帮人打卡嘅。Hello， 嗨，好搞笑啊！好搞笑啊！咧佢场馆入边呢只 Revolution 咧$850有四盒咯，诶 ，sorry， 得好 ，thank you。呢度有个位咧俾大家打卡噶，买咗个日本嘅猫爪温泉窝嘅$1,300啊，我啱啱直播嗰时买嘅，跟住咧我买完之后咧俾人卖晒，唔好意思啊，麦小姐帮唔到你买。哇，你买咗个咩啊？买咗个帽。呢、這个啊，系啊，好靓喎！买俾边个噶？买俾我。哦，生日系嘛？凑埋等一个。哇 ，nice！ 宠物嘅湿条纹都有 NMN， 大家都可以同啲宠物保健下。啊、我哋行到8:10，咁咧唔知系咪做紧人流管制啊？前面咧超多人啊！
咁今條片同大家影到呢度先啦，中意嘅朋友記得俾翻個 like 我，同埋訂閱翻我頻道啊！下年再見啦，呢度寫住，拜拜。